大家，我是杨姐。很多朋友啊，问我这个汽车哪里买的啊？因为开头我买的时候不懂得，那个挂在橱窗里面。然后今天早上无意中，碰到了。然后就把它挂在西瓜视频跟抖音啊视频的橱窗里面。那这一款汽吹，我吹了几次，感觉真的还不错啊。所以说今天又给大家啊说一下这一款啊，它就是那个喜绿，惊喜的喜，绿色的绿这个牌子的啊，里面有三款，我是买那个。中等的就是三阳型的50颗以上的价格是198，那它还有金阳的价格才100，就是阳台打印的，还有一款就就比较高档的我就没有买，我就买取中的，因为它里面比较适合我三阳的，我这里面有200多盆，它里面只说要50盆以上的，所以再给大家说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它真的很快，又快又省力，又省时间又简单。现在再看一下，只要按一下，这里这个有个开关，它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吹了。特别是这个沉闷木这个非常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能够把它的底下的叶片底下的这个水都能够吹掉。风力有点大，可能会不会调节？我看一下啊，调节看一下，应该是调节的哈。再看一下水，还是很容易冲掉的啊。刚才就是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吹水器，因为很多朋友一直问，现在就是西瓜视频上面的橱窗也有的，还有就是在抖音的橱窗上面就有，只是刚才这一盆下面有几盆雨会淋到的里面有一些水，我给大家吹一下，哎呀，昨天我，天快黑的时候还上来给这些多肉进行了一些整理，像沉闷露了，还有这里你看整理的还有一些窟窿出来，这就是这一盆下面啊，湖州啊，又迎来了这个阴雨天，起码又下十几天，而且中间我看。没有什么晴好的天气，真的，是多雨的季节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今天主要就是给大家介绍了那一款吹水器。来看一下，就这种大盆的，非常的轻松，一吹一下，这个些水都没了。小盆呢，可能要离远一点吹，是不是？很好用，确实还可以啊。这边莲花做的，要吹，天气一好要吹啊。
夏天的时候这个要验，特别露养的啊，是这样不遮雨的这个出水器还是可以的啊。你看特别这个三色堇，我这一株啊平时用那个嘴跟那个虎皮冲的时候要吹很久，那有时间的朋友我觉得也可以进行锻炼，但这个是确实省时省力啊，很好吹很好吹哦，还可以吹掉这些石子，你种的时候这些石子吹在上面了吗？买回来有吹了两三次了，还都没有充电。很好用很好用，其实开头的时候大家一直推荐我啊，我就觉得贵不舍得买啊，现在用一下真的得心应手啊。再看一下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！好，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吹水器，大家喜欢的可以自己去我的橱窗里面去买哈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